国产存储芯片厂商兆易创新计划投资15亿元参与长兴科技的新一轮融资，旨在加强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。兆易创新此次融资计划是国产存储芯片领域的一次大动作，将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市场开发。除兆易创新外，还有多家企业参与本次融资，包括长兴集成、合肥产投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、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等，融资总规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8亿元。这一行动有望带来国产存储芯片的更大突破，提升芯片自给率，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。同时，这也彰显了中国芯片产业逐渐崛起的实力和野心，为国产存储芯片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更多话语权。相信在兆易创新等优秀企业的推动下，国产存储芯片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国产存储芯片产业的崛起。